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谈一谈四要。那么师父在上一集里面开始，我们说该要能要的才要，不该要不能要的不能要啊。不过呢，我也听到一些年轻的朋友跟我说，哎，就是不该要不能要的我要到了，才表示我有办法，我厉害，我能干呢、啊、是不是真是这样子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，现在人很多人觉得我该要我能要的要到，这不稀奇。哎，我不该要不能要的我才有办法，而且我才比别人能够爬得快一点，才可以及时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否则人生苦短啊，一步一步按步来，太久了。这种观念我想也蛮普遍哦。对。有的人说呢，这个人呢没有横财，横财呢不会发，不会富。对对对，不会富。哎，马无野草不肥。哎，马无野草不肥，这是好像这种理由好像是讲的是这个蛮充分，而这是叫做似是而非。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，其实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个我们现在要问的，这个横财从哪里来的？偷啊，抢啊。对呀，这是横财。什么叫做横财？就不应该得到的，不能够得到的，想办法得到它，那就是横财。或者是呢，贪，或者是抢，或者是用阴谋，或者是用什么方式。不可能呢说是有来了一个什么吕洞宾给你一个手指来点石成金，那就变成了你的财产了。就是说你在马路上走路一下子啊捡到了一大包的美金，这个数一数2000万美金。就是这2000万的美金你敢拿吗？拿到了以后你怎么办？那2000万美金很可能就是连号的，你敢用吗？用出去，这样你一用马上就发现了，你不用它，你把它埋起来，那等于没有啊。所以说呢，凡是混财都是有问题的。对，可是很多人哦都想不到这一点，所以师父他说，他就是想我绑了一个小孩，或者我绑架了一个人，我就可以得到一大票钱。可是他没有想到后果，你是不是很快就被人家发现？你是不是因此呢可能反而要入狱坐牢一辈子？这个呢，在台湾，在中国大陆这是绑票的事件呢，这个比较多。我想这个是呢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心呢浮动，道德观念没有建立，也没有一个一定的道德标准，大家都是人云亦云。这个人一讲，另外的人也更多讲，甚至于电视上也可以表现出来。那大家呢就觉得，哎，那样子好像也对啊。是。因此呢，所以是黑道。我们台湾有很多的黑道，黑道原来也不是黑道，哎，是普通的人呢。因为这个观念的问题，有许多的人呢希望找到黑道解决问题快，所以是找黑道去。但是黑道的那些人自己呢，所以这种人常常是在刀口上啊舔血，舔血维持生活的。他们常常把这个自己的头脑是提在手上走的。是，随时他杀别人，明天可能别人杀他。是啊，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杀。这种人叫做亡命之徒。那这种人呢，也就是说不该要的不能要的，那么这些人就去要他，要了。又比如说要赌债，这个要高利贷，为人家高利贷的讨债。还有听说有人口贩子逼良为娼，也是为了要钱。也为了要钱。那么像这种啊，都是不应该要，不能够要的，
但是呢，他们走激进，一直都希望发横财，希望发横财。还有呢，这个要知道，发横财啊，的确是快呀、啊，一下子真的得手了以后啊，这个几百万，几千万，真的得手了，得手了以后，真的能够一辈子吃吗？真的吃一辈子吗？没这回事，因为比如说有一本小说叫《鸡兔散鸡兔散恩仇记》，那个这个是法国的，这一部小说是非常有名。《鸡兔散恩仇记》它不是抢来的钱，它算是横财，它是在一个小岛上啊，这个在洞里边，这个找到了一些这个一些财啊，就像苏鲁门王那个宝藏一样的，它不是抢来的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把他藏在那个地方。那像这种横财，这个还可以啦，并不是那么可恶吧。如果说是绑票、杀人、讨债，这些横财是非常危险的。你只要拿到了钱也好，拿不到钱也好，破案的几率是非常高的。是。这不破案的几率是非常低的。我觉得就算你拿到钱了，可能也有更多的人想来跟你分这个钱，是你又变成鱼肉了，别人的觊觎的对象。对呀、啊、那么像因此呢，这个你刚才讲的是非常对呀、啊、这个真正的得手了，逃走了，逃到海外去了，人家不知道你了，隐姓埋名了，你有一部分钱了，过得不快乐，并不快乐。如果过得非常这个风光，那人家马上就注意到这个人钱从哪里来的，他会不管在哪里，这个人钱从哪里来的，会怀疑的。一怀疑自己就是个目标，自己是个目标以后又变成了黑道的下手的这个对象了。所以是真正的得手的人不会吃一辈子的，很快就没有了的，而且一辈子都是在痛苦之中，在胆战心惊的情况下过下去，所以这种日子很难过，所以不应该要的，是不能够要的，最好还是不能要。要了以后，非常痛苦啊。是。要的又不仅仅是人家痛苦，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事。那么前提就是要分清楚需要跟想要，不要想要那么多，也许就不会去拿不能要、不该要的。对对。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，也欢迎你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